Or anything. But it's a nationality of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yeah. But you don't permit flags here. You can hold it up, and you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Okay. Did he say you couldn't have that here? He, yeah. She said the museum. And it but is not allowed. Not allowed to use any to class because yeah. you're going oh, I'm Chinese. And yeah. Whatever. Yeah. And all of all of the, uh, all of your group has them. Yeah. And probably the person that's leading you has one. Yeah. <laughs> yeah. Interesting. 大家好，今天呢，首先说一下刚才大家看到的小视频。先看一下墙里边对这个视频的解读，说呢是在七月一号，就是在这个星期一，有中国网友呢发视频，说他呢带着一面中国国旗去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呢看中国馆的展品。 结果呢，他当时呢是遭到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阻止。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不能拿出中国国旗，否则呢就要把他们请出去。那工作人员的这个态度，就让这位中国游客呢是感到很不可理解啊，不能接受。 英语好的网友们应该呢也都从这个视频里边呢是听到了，他们呢是跟里边的那位英国阿姨呢是抱怨说 ridiculous 啊，就是认为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不让他们拿国旗的这个行为呢是很荒唐、很搞笑，还说呢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那种做法，连旁边那位英国阿姨呢她都看不下去了，直呼呢是 interesting。在这儿，狗哥呢先解释一下啊，刚才大家看到的小视频。 上面白色的字幕是在墙里边传播的版本，上面那个红色的字幕是狗哥自己呢添加的啊。狗哥认为呢，根据自个儿的听力还有理解，狗哥自己添加的这个字幕对这个事儿的解读呢是更准确。英语好的网友们，大家呢也都可以好好的听一下，鉴别一下，然后呢在这个评论里边呢留下自个儿的见解。所以呢这个视频里边疑似啊至少这两位。 中国年轻人他们在英国伦敦的这个大英博物馆里边拿中国国旗的这个行为，其实呢不仅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允许，旁边那位英国的普通女士，她其实呢也是不认可的，也是认为呢不合适。那位女士说了：“你们这个旅游团里边的导游拿一个国旗就行了，没必要每个人都拿一个国旗啊。”所以这个行为呢就是 interesting。那英语好的网友们都会知道。 老外他们很多时候说这个 interesting 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好话。很多时候呢，他们就是不想理你，对你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呢，看到你的行为不合适，但是呢，又不想直接的去批评你，不想直接纠正你，不想让你难堪。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呢，就说一句 interesting 就完了。视频里那位英国女士，她当时说 interesting，其实呢，她不是针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说的。 其实呢，是针对这些个中国年轻人，他们在博物馆里边拿中国国旗的行为，人家说呢，interesting，意思呢就是你们这行为啊不合适，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行为不合适？我今天呢就不去详细解释了，就一句话，在这个平常的日子里边，在平常的场合里边，你拿国旗这行为本身，它就是一种莫名其妙啊，不管是哪国的国旗，如果说有这么干的人。 干出这种行为，他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很可能这个人呢，他就是非傻即坏。最近几年，大家肯定呢都已经是很熟悉这句话。我自个儿呢也经常讲，就是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边，他如果不是处在这种战争和严重政治危机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有人整天把这个爱国挂在嘴上，这种人呢就是非傻即坏，其中坏的是占大多数。公开拿国旗。 这个本身，它呢就属于呢是一种政治上的表示，是一种这个所谓爱国的表示。你像视频里边的那两位，或者说呢那几位中国年轻人，他们去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边去展示中国的国旗，这个呢，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人看来都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行为，都是不合适的。很 interesting，狗哥认为呢。 大英博物馆里边的那位工作人员，他阻止那几位中国小粉红展示中国国旗，第一个原因应该呢，也就是这个，就是认为他们的这种政治表示行为在大英博物馆里边出现不合适，所以呢，他就上去阻止。在这儿，狗哥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边，手里边如果拿上一面英国的国旗，这种行为合不合适？ 会不会也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止？你如果说扛一面儿这个很大的英国国旗进去，那肯定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呢也不会允许，因为这个呢会给其他人的参观呢造成不方便，也可能呢会对博物馆里边的文物呢会造成这种安全上的隐患，这个呢是肯定不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说手里边呢就拿一个啊很小的英国国旗，就像视频里边那种小的中国国旗，那。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去阻止？对狗哥这个问题，如果说有兴趣啊，人在伦敦的网友们，狗哥认为呢，大家呢可以去亲自的测试一下，看你这个手里边拿一个小的英国国旗进去，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怎么处理？第二个原因，狗认为呢，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阻止那几位中国粉红展示中国国旗，应该呢也是有专门针对中国小粉红们的这个意思。 其实，在这个昨天的影片里边呢，狗哥呢是刚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从去年到现在，很多的中国小粉红，他们是把英国伦敦的这个大英博物馆呢，作为针对性的他们的一种爱国的目标。在去年的八月份、九月份，中国抖音上有一个所谓的短剧是爆火，它的名字呢叫《逃出大英博物馆》，那个剧呢是中国粉红们他们一淫。 他们表演，大英博物馆里边的那些个中国文物呢，都复活了，都有了生命，都纷纷呢要逃回到中国去，都纷纷呢要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个短剧据说呢，当时呢是非常非常的火，反映了中国广大年轻人他们要求大英博物馆要归还中国文物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那这个短剧在中国火了以后，就连带大英博物馆在中国的年轻人里边呢是变得更火了。 然后呢，就有不少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应该主要呢是生活在英国、生活在欧洲的一些个中国年轻人、中国留学生，他们呢就专门去大英博物馆拍这方面的这个爱国抖音啊，他们呢也是蹭那个短剧的流量。那大家呢都可以想象，你像这种网红故意去博物馆里边去拍视频、拍抖音的行为，肯定就会让大英博物馆的管理方呢感到是很头疼、感到很不满意，主要呢就是。 这种行为呢，会给博物馆里边的正常的秩序造成严重的干扰，而且呢，会严重影响其他正常游客他们观看橄榄的体验。这个情况大家呢都可以想象啊。最近这大半年，中国抖音上像这样的蹭大英博物馆的这种视频呢，有非常非常多，有很多的中国年轻人想做网红的，他们都去大英博物馆里边的中国馆去拍视频。今天主要聊的这个小视频里边拿中国国旗的，狗哥认为呢。 很大概率，他们呢也是去大英博物馆拍这一类所谓爱国视频的一些个中国年轻人、中国留学生，所以呢，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阻止，不允许他们拿中国国旗做道具拍。我认为呢，应该也是在这方面，主要呢就是针对这些个中国小粉红。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些个拍抖音的，他们其实呢也都是商业行为，都是要挣钱的。 那你在人家这个博物馆里边，你肆无忌惮的去搞这种商业行为，人家博物馆眼肯定也不瞎，那当然呢，有必要去阻止你。说白了就是，人家这个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呢，他并不是针对中国国旗，也不是针对中国，人家只是针对中国小粉红们这种不体面、不合适的行为。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你是一个体面的中国人，你正常的去大英博物馆里边看展览，人家呢绝对不会干扰你，绝对不会阻拦你，绝对呢会很欢迎你。大家肯定也都知道，但凡是正常的体面的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到哪儿都带着这个中国国旗，对不对？这个事儿让狗哥感到非常高兴的一点，就是对现在中国小粉红们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多中国网友呢都已经是清醒了。 并且呢，已经是对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爱国行为呢，是感到很反感、很讨厌。大家来看，在微博上，很多的中国网友呢，都已经是明白这些小粉红，他们主要呢就是去这个大英博物馆里边呢去做直播、拍视频、搞流量。结果呢，他们这次呢是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止了，就翻车了，他们的这个流量呢没搞起来。当然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网民们也是很分裂的。 在中国网络上也有大量的粉红网民，他们是抨击大英博物馆是故意辱华，所以呢，中国粉红们他们的力量呢还是超级强大的。这个事儿呢，狗哥呢就聊这么多。今天的一个主题呢，狗哥就是想聊一下这个精致的废物，就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墙里边呢是培养了可能是一代精致的废物年轻人。今天主要聊的小视频，那几位去大英博物馆拍所谓爱国视频的中国的年轻人。 很可能呢，他们是这个小留学生，他们就是像这样的精致的废物。其实呢，很多网友呢肯定都听出来了，那几个年轻人他们的英语呢都是比较差的，导致他们跟那位英国阿姨之间的沟通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误解。所以呢，你在这个国外留学，你很可能呢是在英国留学，但是呢，你这英语呢还这么差，不能够做到跟人有效沟通，同时呢也不知道什么样是得体的这个在博物馆里边的行为。 你只会打中国国旗、拍爱中国的视频，这样的中国留学生，这样的中国年轻人，就是狗哥定义的精致的废物。这两天大家呢都已经听说了，中国中金公司疑似跳楼的那位员工，他呢也属于呢是中国年轻人里边一个典型的精致的废物。在这，狗哥呢要首先强调一下，狗哥呢不是针对他个人这么讲的，狗哥呢也不是针对今天这个。 大英博物馆里边翻车的那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讲的狗哥观察和分析的是中国年轻人里边的这一类人，主要呢是针对这种现象讲的。中金公司的那位呢，他本身呢已经是非常悲剧了，所以狗哥在这儿呢就不说他的这个具体的名字了。大家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履历，据说他是一位九零后，九四年出生的女生，高中是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上的。 大学本科是在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外语加人文社科实验班他呢还曾经作为学院的优秀学生骨干，参加过去香港的交流计划。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呢是保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金融学研究生。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有这个中国国家奖学金、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院长奖学金、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呢，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位女生她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学生，还有人才，对不对？研究生毕业以后，这位女生据说呢是先去了中国著名的平安集团去工作，后来呢是跳槽到中金公司。在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那时候，中金公司它的薪酬水平是什么样的？大家呢都可以看到啊，人均年薪是达到了百万毛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想象，浙江大学毕业的这位女生。 他虽然可能当时呢是刚进入这个中金公司，他的层级呢还比较低。虽然他很可能拿不到这个百万毛币的年薪，但是呢，他每年能拿几十万，大几十万，这个呢是绝对可以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位女生呢，她绝对可以说呢是一位在中国处在这个金融金字塔顶尖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才，她绝对应该属于是中国的一个精英人才。 在生前，这位女生呢，还曾经呢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她曾经呢是计划在三个月里边呢搞定十个国家的签证，包括非洲的加纳、摩洛哥等等。曾经计划呢去这些个国家呢去旅游。她曾经说呢，她的人生里边有太多好玩的故事要讲。好在日子呢还很长，在以后呢，她可以慢慢的讲给关注她的人听。 到现在为止，中金的这位女生她突然去世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楚。她到底是因为哪些个原因导致突然去世了？这个呢，也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现在呢，有两个情况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第一，她所在的这个中金公司最近几年来薪酬水平是下降的很厉害。大家来看一下，在今天媒体的报道，中金员工人均月薪已经降到三万五千块。 刚才说了，在二零二一年、二二年那时候，他们呢都是这个人均年薪百万。那个时候呢，差不多每个月都是挣十万块钱的水平。但是现在，这个人均月薪呢，已经是降到了三万多。大家都知道，三万多块钱的月薪，这个呢，在中国它仍然呢是属于一种这个超高的薪水、超高的收入，在中国仍然是金字塔的顶尖。但是对于中金公司他们自个儿的员工来说， 他们现在的这个薪酬呢，只是曾经的三分之一。最近这两年，他们这个大幅度的降薪，这个呢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肯定也会发生在这个女生身上。第二个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情况，就这个女生还有她的家庭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在上海买了一套房，房价的总额据说呢是一千六百万的毛币，他们呢是付了四百多万的首付，贷款是一千一百多万。 每个月他们要还的房贷是五万多块钱，去年十月份买的房，但是呢，买房以后这个房价呢就持续的下跌，居然到现在已经是跌掉了百分之三十啊。他们这套房子现在的这个市场价值呢还不够那一千一百多万的房贷钱，所以呢，现在舆论呢是普遍认为，中金这位女士她买的这套房子出现房价巨跌，再叠加上她个人遭遇这种严重的降薪，这个呢就是导致啊。 他突然去世了，主要的原因。狗哥今天呢，重点说一点啊，还是呢，首先强调一下，说的这个呢，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中国精英里边的这一类人。刚才说了，这个女生，她按照中国的标准，她绝对呢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才，属于精英人才。她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中金公司，这个行为，狗哥可以说呢，就反映出她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因为这个女生，她如果真的是在大学里边学的外语，她的这个金融学专业，如果说真的是很过硬，如果她这些方面真的是很优秀，那她应该不会不知道中国这个中金公司的真实垃圾水平。昨天的影片里，给我说了，这个中金公司它是著名的看不准，它对这个中国经济，它对世界经济的预测，最近几年以来基本上呢就没有对过，都是错的。 那这么一家垃圾还有邪恶的公司，如果这个女生她在金融专业上足够优秀的话，她不会不知道。那她是不是应该根本就看不上这家公司，就不会进入这家公司去工作，对不对？但是最后她还是进去了，为什么？我认为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时中金公司给她的薪酬呢是足够的高，刚才说了啊，人均年薪百万，这个呢是。 对她来说，肯定呢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应该呢也能够说明这个女生她的这个金融学的专业呢根本就不优秀。她虽然呢也是这个外语专业的，但是她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她对真实的中金公司，她对真实的中国，其实根本呢也不了解。然后，她的这个去年的十月份还敢贷款上千万在上海买房，这种行为本身就更能够说明这个女生。 他就是一个中国典型的这个精致的废物。大家都知道，但凡是清醒一点的中国人，最迟在去年都应该已经确认这个中国房地产呢是崩盘了。狗哥呢再重复一下啊，但凡是但凡是清醒一点的中国人，最迟最迟在去年都应该已经确认中国房地产呢是崩盘了。但是这位女生，她还是这个精英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的，她还是在中国最著名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但是呢，她竟然在去年的十月份，她还敢上车买房，而且呢，她还是高杠杆儿贷款了上千万毛币去买房。这个行为，我认为呢，就可以完全反映出这个女生她其实呢，根本就不懂真正的金融，她根本就不懂中国经济，还有这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致的废物。当然了，她买房呢，也可能呢是她家里边老公主导的。 她老公据说呢也是在这个金融行业的，所以呢都是这个精致的废物。就是虽然他们都是这个中国名校毕业的，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公司去工作，拿着中国最顶尖的薪酬，他们过着在外界看起来呢是很精致的生活，但其实他们对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世界是一无所知。 身为精英，他们对推动中国社会变好这方面，他们呢也是毫无作为。这个呢就是狗哥呀、啊、定义的中国的那些个精致的废物们。在二零一零年代中国最盛世的那十年里边，中国呢是培养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精致的废物。现在中国的盛世结束了，他们的精致生活呢也就很容易就崩塌掉。中金员工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所以呢。 盛世掩盖双眼，无知导致悲剧啊！这个呢，就是狗哥今天呢最想说的。好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接着聊啊，拜拜。